都是因为几年没回去了，然后想回去看一下亲人嘛。我今天是带我妈妈来办她现在在这边，然后要回去帮我妈妈买车票退票这些。我其实前两天已经来了，然后今天来退票，然后顺便要帮我跟我的小孩买回去的，看一下有没有买得到。对对，就港铁公司的安排下，我们就来看一下。那我知道戴志也是挺创新的，今天也是非常的兴奋，因为我们看到这样通车的情况，我们也想尽快可以到内地逛逛。那当然我们也要担当说好香港故事的责任，所以今天我们来高铁站就逛一下，也想要拍下现在的情况，那就可以在我们的网络平台上宣传一下。今天嘛第一次嘛，然后我第一次来香港。这是第一次来香港。对。